唱歌转音学习秘籍，看完你也能去炫技。多么想下一刻下一秒有你回答，这是转音吗？音没有唱清楚，转也没有转起来，如何来正确学会转音技巧呢？对于唱歌感兴趣的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收藏好啊。首先，转音是什么？是在一个字上面我们唱了多个音，叫做转音。所以第二步你就必须要把每一个音转的是哪些音呢，要在钢琴上能够找得到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把每一个音慢速的唱清楚，比如说哒发咪瑞哆瑞哆瑞，先一个一个的唱清楚，然后呢再慢慢的用气息把它们一口气串联出来，慢慢的加快速度，然后再放到歌曲当中。你说好吗？多么想下一刻下一秒有你回答。转音还没有练习好，或者说对转音还有疑问的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转音两个字，我会将更详细更全面的练习资料免费发放给你哦。